先来看到 VTO 一本黑土桃园龙潭祈祀中心的乡亲有机会来参加节气演出。桃园市客家区出版的一场龙年上天节气环境演出规划说明会，局长张吉安讲，希望按你安排民众同文史工作者就做得向下来谈规划单位的说明，按你做得双向沟通，未来节气要设计某种规划就有好参考。规划主持人当地的说明签到的文史资料，台下民众们提出意见同看法。文史工作者讲，大部按定的交流做得连接龙潭节气的人文、资源同产业资源，对未来的规划会很有帮助。用一个机会，我认为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。啊，希望讲下一辈哦，也得方式做得对国体来实行。可以让龙潭里的乡亲长辈哈都能够共同来参与，这样子的话，形成点线面这种方式的话，才能够这个活动哈，才相当的有意义。桃园市客家区局长张吉安讲，配合龙湾台三线的计划，节气演出运用的表现出各种生发的样诶，像客家当年在种类同西类叶片黑，系计划嘅中心思想。希望安尼龙潭咧，要落节气有文化哈，有产业，同时带动后生人出来争夺家乡，安慰着安居乐业。在地后生人韩国商家同居民，向下来参详龙潭泰式诗，在夜当中要提升的在地认同感。大帮节气演出计划，天天能打造出龙潭漳游的地方生活特色。下个新闻，罗文泰，桃园报道。